去使用它。那你有偷偷去看吗？还是你跟你爸妈有很震惊笑我们家开车去视察？我曾经有跟爸爸妈妈过去看过，然后开始就会有些想法。先讲一下那块地在哪里，因为我知道现在这块地已经变成一家在花莲蛮有特色的民宿。地在哪里？在花莲的寿丰乡，它刚好在花莲的中间。你干嘛？干嘛喘一口大气？干嘛？是你们民宿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吗？就在寿丰嘛。